美味好料理，健康跟着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她是郑秀珍，秀珍师姐。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哦。对，你好师姐。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萝卜糕。今天要做萝卜糕。菜头粿。菜头粿。菜头粿。哎，萝卜糕，萝卜糕它好像过年过节最常吃到，对不对？对，因为代表吉祥啊。对呀、啊，然后过年其实然后讲萝卜糕，讲两缸哎。对啊，那个每一餐都有萝卜糕，差不多爱讲两缸至三缸、哦。对啊。好，啊、那今嘛个萝卜糕二台哈，咱今年过年的蛋糕里第一次做萝卜糕。对, 对, 对，而且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蚵仔糕。我把那个菜头蚵仔。阿妈对，哎，阿妈当用迄个竹笋啊，竹笋啊粿，哎，你拢会当。竹笋啊粿。对对对，阿妈是就是主题换掉尔，啊，其他的都一样。对对。哇，哎，那那真好呢，安尼二级盖吼，哎，而且它这贵行对。好，来，安尼咱萝卜糕要准备什么材料？那个白萝卜多两斤，两斤，嘿，两斤。咱即马准备的量是做开始差不多偌大？的安尼，这个。哦，那个电锅，电锅的十人份，十人份，十人份电锅的，嘿嘿，对，好，嗯，好，然后这个菜头哈，按来买两斤，啊，你也不够两斤的时阵哈，你也按蛋来买用果汁机来泡，你买蛋来搓，啊搓吼，它安伤甜哈，按来当用果汁机来甲加做汁，好，嘿，啊你也加做汁时，啊用六克的水，如果你这个萝卜啊不够。两斤，你也当加加加一点仔水无要紧，好、嗯、啊，你也是讲超过，安尼水就较咸，好菜安尼吼，好。所以咱当然是你讲是用要用果汁机加水哦，加水，所以伊是无食到迄种萝卜的丝的感觉对对对，啊，你也要爱食萝卜丝的感觉，你就用搓。哦，当先搓一寡开啊，其他开都拢会使，都可以啦，对对 对, 對，好。好。那按加。切落一块一块，较细块落加安尼说，迄个果汁机哈，较袂遐尼甜呐。果汁机哦嘛是爱甲保护啊。是人较袂甜嘛，果汁机较袂甜。伊个机械嘛较会当迄落啊，卖家损害啦。伤久伤烧。嘿。咱有先切一寡开的嘛？对，一切好，安尼切。你帮我扛了，我来扛住。全部吗？对，每当做一半吧。诶，会当做两盖，做两盖。那按今天放在中间哈，按这个再来混哈，一包多一斤哈。那按内底爱改放五克水，哈，按这个粘米杯哈五克。按五克先甲放下，吼，啊，等下较辣，有盐较辣，袂要紧。这个，啊，这个六克的水，六克的水。对，啊，所以按进的先甲用三一半，按等下甲淋做好诶。嗯，好，是。好，三，好。来，啊，这要搁爱水，刚才做油，倒油。内脏，好，好，来，现在要加，用一个那个先来加，先兑开呢，嘿，先兑开。那还有水哦，水不够，哎，这三个加最多高？加最多高？好，那给你过来倒的，我来倒的。啊，他都已经放三欧啊，对吧？三欧，记爱个三欧，不要忘记哦。这菜头够燥的，这个今日这菜头足新鲜，足巴甜，水分很够。哎、欸，那菜头，你讲水分很够，那菜头的那个里面本身的水分，那我们现在要加水，那搞影响？不，就是爱搁加的水就较有够。对啊，只要有的卡
菜头较无遐济水诶。嘿，啊，安尼也要加，也是一样加六杯，没有吗？菜头诶水也较无够哈，我们水可以多加一点，没有关系。啊，怎样算无够？你也看你用诶时阵，感觉菜头像诶无像前下日安尼，迄个水分遐饱，你就可以多加一点水，没关系。是。可以了哈，好，可以，好，好，那今晚搞好边料哈，今晚按来热锅，啊，热锅的过程哈，按今晚这个先给它切掉哈，按这个这包哈，这包要来买叫做哈素青刺，哈素青刺哦，嘿，这个就是按那这边多买，这素食的店就拢有啊，那边素食的那种，这一包店就有啊，对，可能二十几块尔，那按。这个就是要增加它的香味，是啊，这个这种东西就是你也要煮面也可以淋，好，啊，安静要做咸粿，能够透过它来增加我们的口感，好，哦，这是色的吗？色的，这色的，这真贵的东西，哦，嘿，啊，应该用油油，高油油，你要用切的也可以啦，用加也可以，这样啦，加的比较紧，嘿，把它剪碎，嗯，哎，跑开了还是真的呢，它不会散开呢。不会，不会。哦，难怪你说可以那个拌面，哦，好，那我们就加一点，好，加一点油，阿妹来擦。因为按今日的萝卜糕，我是要用原味的。原味的萝卜糕。对，就是讲。无淋足济其他物件，较单纯嘞。哦，嘿，就是。像外口人咧卖迄啦，人拢是简单，就是萝卜安尼尔。对。啊，若是讲吼，要予安尼囡仔吼，食吼伊感觉讲，哎，一个食会饱，佮营养吼。哎，安内底买蛋佮含迄个红萝卜。那这样也很漂亮。嘿，啊，青莲豆。哦。嘿，那个都可以，好。其实煮食就是变巧啦，吼。对啊。咪单一个啦。这话赶快呐！他被坑下，你自己加啊。对啊，好，我们把这个香菇爆香一下。啊，这个也要炒吗？当然，它坑了的。这个也是要。其实我在爆香的这个香菇哈，爆香完哈，我都有习惯哈，加一淋一点点的酱油哈，一从这个边边啊。安尼会增加伊一个香味哈，好，来安怎嘛，放了迄个菜，那个咱等下加好诶。嘿，这好，安内蛋甲淋落啊。这个一个，哦，伫遐。安怎嘛，大火哈，互伊滚。啊，迄个应该当放落来。这样，这样放，这会放落来。嗯。欸，我想讲菜头粿拢是用吹尔，你知影个？啊，这前奏，等下爱个吹。步骤呢？这步骤是前奏哈。对啊，我都以为是这会下落，悄悄下落蛋糕，原来还要先煮过。对，好好，安怎嘛？会当加点咸香，加盐巴。对，因为按咸香要淋的时阵吼，恁啊恁家人无食介咸，按差不多代用啦。因为无咸的时阵，按事后会当问导游补救啊。因为我们那个萝卜糕啊，咱食萝卜糕什么是拢个问导游，嘿，对 对，所以按个盐吼，不要太多，对，适当，嘿。师姐你是哪里人啊？你哪里讲咸香？哪边？咸香是咸香，就是盐巴的咸。是恁家拢安尼讲？咸香。安尼无恁拢讲安那？就放盐吗？大家拢讲咸香，放盐吗？咸酱，咸酱，我咸酱，我拢讲咸香，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咸酱，啊，我拢讲咸香，哎呀，咸香，嘿。每个地方的那个都不一样哈。以前哪一菜市啊，哪一买这菜头粿哈，啊，那唔无二选，那唔知影讲
原来可以很简单呐、啊。是。嘿呀、啊，啊，感觉安尼买的时候，穿起来拢足重的，一袋袋的要百外块。嘿，但是安那安家己做哈，做安尼十个人，诶，这个电锅、内锅这个，迄起来会当食几啊顿呢？嘿。当送人。啊哥，嘿对，啊哥。半送人。早餐哈。啊，无你啊，家己厝里要食吼。嘿。啊，囡仔哈，早餐嘛是这食安尼嘛，盖好势，搁会饱。因咧做，因咧卖萝卜糕是有迄落他们自己的容器啦。嗯。啊，你咱家己厝的就用这個，这就好，这较轻嘛。嘿，较轻。啊，要冰嘛较好冰啦。嘿。啊，你安尼做开吼，哎、欸，切好四周，隔壁大家送送的，哎、欸，人情啊，对，又在哈。虽然佛陀感恩讲吼，其实要多布施哈，多布施，因为你的福就是来自于布施啊。啊，你做一下物件不能吃，来生也拄到，你都唔免惊你无物件吃。对啊，哎、欸，而且这样那个大家朋友啊、邻居啊，感情更感情好。其实人拢讲哪人手短嘛，哦，按阿公这句话来讲吼，人拢一个情啦、啊。嗯。啊，若要做大家这个人情啊，其实唔免开介侪钱啦、啊。大家一个好食小报，人就欢喜噶。这是一个心意啦，你看你搁家己做诶。对啊。我们要煮煮到滚，是不是？嘿，互伊滚滚开了吼，较转了花。滚开了，较转了花吼，安静吼，利用这个时阵，嗯，好，安来甲这个，等多安这粉吼，再来米的粉，安来甲伊搅搅好，互伊散。哎，再来米的粉，它用这个好不好？看看它用的，它有没有分比较好的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诶、欸，这种诶吼，按较外行，嗯、所以按若去买材料的时阵，按会当家问，你家讲你专门要做咸粿哦，比较适合来做粿，嘿，再来米粉，嘿，啊，人诶卖人因为吼，拢家你用较做好势，哦，一斤一包。哎、欸，那个再来米粉，它除了做粿它还会能做什么、啊？哦，再来米也当做足多哦。哦，所以要分说比较适合做粿的是哪一种？也再来米是应该是拢都是会当做粿，只是讲或许有因为别人他们有特别的偏方哦，还有加一些东西是不是？嘿，比如说比例加了什么，比例多少这样？哎，因为这种安得看唔白。对对对。嗯然后按等下要用的鼎啊，这个哈，按爱家抹刮油，因为一般按拢会用一个迄一种或者纸，当专门咧做粿的一种纸啊。啊，不过按我感觉讲，卖用迄好啊。好像也有布，是不是？没，有的是用布，人家专业的。啊，有一种是迄种什么纸，嘿。啊，我今日哈是用油，啊，嘿，用油的用意就是按要家倒出来先较好倒，较袂黏。嘿，嘿，好。安尼就简单啦，嘿嘿，安即马滚吼，滚，安就会使甲火转落花，啊，甲即个再来粉吼，来甲倒落来。安尼先抹油，已经抹好。哎、欸、啊，你已经抹好啊。我抹好啦，嘿，抹抹，安尼抹好啊。好。好，你看菜头汤。嗯。然后加来准备好，拌好，拌好啊。啊，等下淋落。一直把它拉拉到它整个材料都均匀，啊，按卡给它拌在这个鼎，啊，鼎了吼，一定要把它起好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倒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它有空隙。对。对。好，按这么滚了哈。好，按滚了，火给转了花。嘿，会使，按个火转了花了哈，来，按这么这就给倒下来。现在倒下来了，按爱一直拉，一直拉。现在是无开火、啊，无，真无开火啊，转花去啊，哦，按一直拉。嗯，一直拉。哎，那到伊个脚，粉含迄个萝卜，嗯，吼、哦，对，啊，你也感觉讲，哎，剩个较水，你其实也可以在。火一点点没关系，
哎，咱哪安尼啃诶，就是已经够安尼啊。嗯，啊，我发现水太多怎么办？会怎么救？会会、啊，就是搁改搁改搁改一下，嘿，搁改一下。这重点就是料的旋律要一直给拉搅拌，伊即马拉诶卡是会结滚，对，是不是？会慢慢拉，伊的水会收，所以你要一直一直把它按。这过吼，手爱够有力啦。来，我来拉好，你来拉。啊，不过我唔知影要。要紧，要紧，只要搅动就好。你看，但都要足水嘅吼，啊，真得慢慢拉。愈来愈高吼，愈来愈重。这也无拉，会臭干对无？无拉咪臭干，伊会袂均匀，袂均匀。啊，下骹会点点无？因为按已经甲转化去啊，伊会变袂均匀。哦，安静个拉，嘿，安静个拉，用伊就是要让伊材料拢均匀，哈啊，透过这个热哈，让伊哈一直勾起来，一直勾起来，嘿。哦，你关刀安尼来拉，足好势哦。我卡下，所以你的手卡掉。哦，你看足简单嘞哈，啊，无去学哈，真正够困难。用白的拢，哦，好贵哦。啊，佮感觉足困难嘞。啊，安那过年过节哈。有当时啊，拜拜一大堆吼的物件吼，啊，真一个啊，这过来拜，啊，大家安尼吼换个口味嘛，真啊袂歹。啊，这过吼，佮唔是讲煎了，按做开始咪拢煎煎的啊，用大油佐料来食、嗯。对啊，对啊。其实这过吼，你若佮切了一块一块安尼角哦，你煮迄个汤啊，也是你牵粉，人迄个叫啥筋啊，当干吧，对，过对不对？哎，啊啊，迄真正有够好食诶。所以做会用成啊羹啊，啊羹来淋。所以这几个粿出来，然后我们再来想说要变什么变化。哎，对对对。所以唔是讲安尼单安尼较单纯的讲讲安尼蒸蒸蒸，较蒸到一下。对啊。吼、哦，你看即摆咧吼，即摆撸粿啊嘛。哎对。而且已经没有像刚刚一开始诶规完，对不对？对。这样是可以的吗？可以的，嘿。可以的，嘿，好，搞这个割刀，割刀，嘿，啊，料的时阵吼，按即马来买来个坑内迄个鼎内底啊，好，哦，这就当嘞，来我用好，有汤匙，即马会使坑啊，吼。爱拿油拿气吗？还是一次最后再来气的？没有，你啊，真有法度改，也边边的那个空隙哈，改填满啊，嘿，安尼个较好。安等的嘿，要个气的选择较简单，较简单，对对对。哦，拿砍拿气，好。哎，我看这个硬度啊，嗯，很扎实哎。哎，我在市场买的没有这么硬哎。哦，佮足香啊，是对，拢有菜头味。啊，人爱食迄个菜头的质感吼，迄个食会出安尼哦，就是爱用出来，用出来。嘿啦，啊，安哦啊，较无手尾来，有通女安尼妇女哦，手尾来较无啊，啊，有诶拢较容易有妈妈手啊，我拢建议用果汁机打一打就好了。对啊，拢伊来底啊，打一打，然后留个一半的菜头就好了，来串签，那就有吃到那个稀了。欸，我比较想做那个竹笋的，哦，很香哦，很有竹笋的味道哦。啊，竹笋嘛是爱迄个哦，小港的艺术啊，嘛是用果汁机泡泡。系啊系啊。啊，什么笋比较适合啊？我感觉笋啊，我感觉拢会使啦，只是价钱啦。哦，迄贵的笋吼，迄贵做开的成本的较贵啊。那我要几月做笋啊比较适合？对啊，那大量迄当时啊，生产的时阵就较好。当时。但先拢落迄个落雨天去站下。雨季哦，嘿，刚雨季一涨，我发够多呢。四月、五月，进差不多热人嘛。我讲那个上天对安吼，尽量做好。每一季都有不同的，成热人啊，都出西瓜，哦，会凉啊，退火啊，啊笋啊，芦笋啊，哦。好了，这个先放这。笋，那个笋啊贵哈。来，你先看一下。
咱即马用好料哈，拢过来啊。要洗衣服，弄干净。要弄干净，袂使剩。料哈，我们就一直在剩个气，个气，切回汁。你像人家那个做豆腐啊，上面放石头在压压水，对不对？算讲要让它较有弹性的。好，料的时阵哈，按要用那电锅哈，外锅要三克水，然后以后挑开料哈，一个啊，按个爱个加三克水，等于讲伊爱蒸两次，煮两盖，那这样它才会完全的熟。啊，挑开料刚爱蛋姐，一个啊就好啊，唔免讲盖久，袂要紧，因为伊经过两盖啊嘛。好，啊料挑开一个啊料，你甲切开，袂当随切，小小你切的软骨骨，你爱。放到冷，差不多四五点钟后。四五点钟后。对对对，嘿，来。啊，安静哈，有准备一个已经是蒸好的。对。好，您看哈，您看安尼就水诶。是。来，安尼这个就是内蒸哈，内点锅，用内点锅哈。记得哦，第一次外锅要三杯水。三杯水。然后它跳起来以后，你再加三杯水下去，再第二次去蒸。蒸完了以后，一会儿哈，立刻改。把它放起来，放起来让冷冷差不多经过四五点钟五六点钟不要紧，料它完全冷像这个按已经是完全冷的了我们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吹好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好的你看上面还有一个上面还有一个吉祥的这个这佛教的这个标志那这里面我们做的就是有做比较丰富好，有红萝卜，好啊，有那个玉米，好啊，青豆，好，那做起来会更色泽更漂亮，颜色啦，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先，对，这个先拿起来哈，啊，要给它倒出来，要倒出来进前哈，啊，来拍一下，让伊边啊拢开，安尼等下较好用。好，啊，刚有一块较大地盘啊，一块，好，一块。有够吗？有，应该呢。好来，咱即马来切开，来搞到换换这个，好变个一小，哦，来好喝。哇，水不？你看这么大块，哎，然后外置哈，来要照哈，这样子，好，这就是安尼成品。好。哎，安尼规地拜拜嘛，就是吼，有够好看，规地拜拜，有够好看。你周三公，阿哥一天吃的不一样哦，对，而且它又代表非常的吉祥，对，非常吉祥，因为圆，我们就喜欢团圆嘛，啊，阿钱嘛，讲啊，趁钱，安尼吼，圆满，哎，圆满啊，阿钱拢会安那滚进来，圆圆。什么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啊，就把它滚进来这样子啊哈。所以过年哈啊，请客啊，送礼或是拜拜都很好看。是，阿丽娜的做一袋起来哈，过年啊，看来想讲这袋慢慢啊，价差不多会让价变化做这种。对对对，大概六七道油。对，鸡哈啊汤，鸡汤，然后煎的就有一道了嘛。煎，对对对，啊再去巧原味吹起来，哎对。都很好吃，叉彩啊，哎嘛，也是加那个有一种青菜加下去一起炒。对，我看餐厅有这样炒过，有哈。对对，好。所以这几个变化很多。好，谢谢。今天非常谢谢秀珍师姐来教我们这个萝卜糕的做法。不一定要过年过节，对，哦，你平常也可以。萝卜糕如果常吃到，我们就做那个孙阿贵嘛，大家做藕阿贵，对不对？对。把这个做法记起来之后呢？材料变一下，主材料变一下，然后其他的做法跟配方是不变的。对对对，好，欢迎来试做，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再会了，谢谢师姐。好。
萝卜糕的做法：一，取一大碗，加入再来米粉，再用五杯、两杯的水搅拌后放置一旁。二，素青次用水浸泡之后剪成小段备用，干香菇泡水后切小丁。三，白萝卜削皮切丁后放入果汁机，加入 600cc 的水打匀。四，热锅后油爆香香菇，再呛酱油，加入打好的白萝卜泥以及素青次、盐巴，再倒入再来米粉水，搅拌到材料都均匀。五，背锅先抹油，再将煮好的糊全部倒进去。六，放入电锅中，以外锅三杯水先蒸一次后，再在外锅上加入三杯水蒸第二次。七，蒸好之后先静置4到5个小时，使其定型之后再倒出就可以了。